声低沉有磁性，但这张脸您熟悉吗？他演过这些电影。上课打滚枪，有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变态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、邦嘎、鸡排英雄，通通都是最热门的国片。他是蔡昌宪，今年23岁，但其实他是从这个歌唱节目出道的。前十强，后来就有一通电话打来说要去拍电影，我就吓到了，唱片也还没有，所以反正我就先好好的主持吧，就看有什么机会来了，我就顺手把它接过来，就一起做。会唱歌会演戏的还有他，我知道你是坚果小姐。偶像剧中饰演温升豪助手的罗平是台湾印度混血儿，好身材还拍过沐浴乳广告，今年28岁，能歌善舞。所以我会觉得唱片其实急不得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就先朝戏剧圈来发展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幸运的。超偶帮另外像是艾辰，则是在军教片中嘎一脚，随着收视高也小有知名度。三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从歌唱比赛出道，但受瞩目的却都不是歌唱。反观星光帮，无论是初期的像是萧敬腾、杨宗纬或林宥嘉，到后来的梁文音、徐佳莹，都在歌坛发光发热。但是不管在哪个领域，对新人而言，有舞台胜过没舞台，只要能成名赚钱才是重点。 TVBS 新闻蔡明勋莫小